付出一切代价全力以赴的去做它，一直证明它是对的。马云从亲戚朋友那儿借了50000块钱，成立了一家叫中国黄页的网站。他办这个网站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把企业的信息放在网上供人们查看，同时向企业收取一定的费用。所以一开始有这个概念的时候挺难卖的，我就想着兔子先吃窝边草，我就从朋友开始。我们那时候怎么做，我到你公司来，比方说一个宾馆，你把资料给我，我把你翻成英文以后，你不要付我钱，我把这个资料用 EMS 快递寄到美国西雅图，我西雅图的朋友做成网页以后，做成一个网挂到互联网，再把它用彩色喷雾机打印出来，然后用 UPS 寄到杭州，我再送给你看，这个玩意儿是在网上的。然后他肯定不相信，这些东西是不是你自己电脑上做个打印给我看看，那没问题，我给他个，就是你打电话给你美国的任何朋友，或者你这是美国的电话，你打电话问，叫他们敲入这个 3W 的地址查查看，如果有，好，你付我点钱，没有，你不用付钱。90年代中期，互联网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曾经在中国引起很大争议。有人说，中国不能发展信息高速公路，否则会被西方发达社会所控制。马云一腔豪情，却苦于不能被人理解。199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马云找到了当时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工作的一位杭州老乡。到96年，我记得是好像春天刚开始的时候，他拿了一个电脑来找我，他跟我讲的英特网、中国的未来、中国的精英、中国的什么，我都听不懂，但他的热情打动我了。我说马云啊，你的结果你自负，跟我无关，只要是合法的，但是我可以来记录你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当时是生活空间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嘛。你有理想很好，我们可以记录你实现理想的过程，但是结局你要自己收场的。你这个牛吹出去了，万一你说你是胡闹，或者是最后证明你这是一个典型的胡思乱想，我说我们也无非是记录了一个善于幻想的人的一段经历。在我们的那个书生马云那个短片里能看到很多他在现场推销的画面，他就像个坏人，虽然是滔滔不绝，但是表情有一点鬼鬼祟祟，因为他这个事情他开始向人讲了他要干嘛。我可以建立一个中国最大的国际信息库信息源，然后我们在旁边记录，我就看表情哈，就听他说话人的表情，就像我听他说话一样，基本上是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文化、娱乐和教育全部，去介绍给世界。这个有没有姓龚的那个？那事儿啊？什么事？就是那个我们那时候来联系那个中国黄页，给国家体委做宣传的事。什么玩意儿？什么黄什么？中国黄页，就是那个信息高速公路上宣传。明白明白。找龚先生是吧？对，龚先生在那种。是多少号房？隔壁那个什么？在我综合处那屋，综合处是吗？谢谢啊，谢谢。这个我跟你讲，很复杂黄页的问题，不像你们想象那么简单的。是吧？就是给国家体委在信息高速公路做宣传，把中国的体育全部放到电脑里去，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体育。这你必须得找他，因为这属于对外宣传上面的事情。对。我们注册下来了，那么他说打开里面都空的，打开里面都空的，那么奥运会呢马上就开始。我跟你讲啊，这件事情呢，你应该首先应该先约，办事程序应该你先约。嗯。你要不约的话呢，很难给你做一个很满意的回答。我还记得那一天拍摄都很累，然后晚上我们好像是坐在一个公共汽车里还是在什么车里我忘了，他那样看着那个北京街道的灯光啊，在他脸上晃过，他就说：“再过几年，北京就不会这么对我；再过几年，你们都得知道我是干什么，我在北京也不会这么落魄。”
来几年我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竞争，各种各样的诱惑而改变我们的想法，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放弃某一个产品，但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使命，永远不会放弃这个公司要追求伟大的梦想。中国电子商务，世界电子商务并没有历史，没有什么说什么是最好的，而我们去创造什么是最好。所以前两天我说 Don't be the top, Let's go create a top。1997年，马云带领杭州的一帮人马来到北京闯荡，当时他已经在网络界小有名气，雅虎、新浪等网站纷纷开出高薪邀请他加盟，但是马云思索再三以后通通予以了回绝。当时互联网在中国是应该是真正热起来，就第一次热，就是一个热浪起来。主要这个流行的主要是门户网站，新浪、雅虎啊这种网站。大部分看好的东西你不要去跟了，已经轮不到你了。就像我们以前讲这个话也是这样说，就是如果说一个方案出来90%的人都同意，我一般要把它扔到垃圾堆去，因为你不是你的，别人都可以做得比你更好，你凭什么？从进北京的那天起，马云就梦想创立一个与众不同的商务网站，但在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搞一个像雅虎那样的门户网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1998年年底，马云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放弃北京，重回杭州。但是他当时遇到的困难太大了，再加上我说很多问题的成熟和成功要有一个契合。